来玩这款游戏《传奇时代》的进行封测啊，会三档的。传奇时代，刺客，战士，法师，哎呦，哎啊，怎么都包紧紧，不愧是传奇时代，哇，连衣服也是传奇啊，是神兵魔甲，是海外的对不对？做起来好像不是那么的好看，哎，那是怎样？哇、哦，它移动速度好快哦！哎，等一下，我不是选妹子吗？哦，对对对对，是妹子。完了，这个红得了吗？不够香哎 ，BOSS 来袭！胜利。玩这个还不如玩，玩后面会推出的神机血舞者，光画面就输人家一大截了。锻造，喂，我是幽灵，我飘啊飘，飘到敌人的所在之处，啊，都是英文的、哦。我看到世界聊天，哇哇，我可以连发吗？好爽哦，打 boss 啦！你这也太长了吧？它整个好高哦，细长模特儿吗？抓抓抓！啊，这 boss 也是一样，99条血的、啊。哇，这款游戏。比一般的免洗 NO 还不太耐玩。之前玩那一款叫做什么名字？《河洛幻想》，那一款好像就做的比这款好的、啊。上个月的《暮色双城》也做的比这款好。现在我有宠物了吗？要打 BOSS 啊！哎，我的宠物是刺猬，手足送什么小灯铃？哎，连手足角色都长那么丑、啊，不得不说，你这个审美观念是不是有问题啊？啦，我要割韭菜割。割起来！割到哪边去了？我的韭菜呢？有没有马屁啊？该不会海外的反而是喜欢玩这种模组的吧？不太可能啊！甜蜜暴击！哇，你看日本的动漫为什么可以红遍世界？那一定是日本的日系模组应该是比较讨人家喜欢的吧，对不对？主人是最棒的，你那个刺猬根本不会讲，会讲话，但你什么事都不会中，你只会观战而已。要打 boss 啦！
Boss 来袭，主人是最棒的，我可以观战吗？哦，刺猬，你已经在观战了。线上奖励，右上方有 Boss， 32级的 Boss。它会变身吗？它变成贵宾犬，虎宝宝，想有没有熊猫？哎、欸，这个是中国开发的吗？中国开发不是很喜欢放熊猫啊？下载好礼，好丑、哦。不能说它很，不能说它不好啦，就太普通了一点了。然后再加上世界聊天，还是有中文啊。我打个不好玩看看。我看一下有没有人回，看有没有官托，应该没有吧。应该都是一般玩家啦，这种类型的应该不可能有官托吧？只要说好玩的，就全都是托，好不好？不好玩加一。哎呀！没可能，这边自编自导自演。我的名字已经露馅了。世界聊天的人都很单纯。来，我这边写，我花了3000元。他们会真的以为我花了这笔钱，太厉害啦！世界聊天就是来这样子玩的啦，哈哈。English， 他94等了，我29等，他也是新人啊。好啦，不然就玩到这里吧。就这个样子而已啊、哦，有什么特别的？也不如等那个神机血舞者出来。你喜欢玩冥想 NO 的话，上个月的暮色双城或者是后面会推出的神机血舞者，都做得比这款好、哦。大家拜拜。等一下，刚刚回我诶，没，我要啊退了。拜拜。诶。